你不是无知无感吗？你怎么一见美女，你就判若两人了呢？这是做客之道。做客之，就是我不如我师姐漂亮呗。这个眼睛啊，就一直盯着别人看，根本看不见我。来前要我与人热络，现在要如此冷嘲热讽。好了，我暂且原谅你刚才对我那么视而不见的。若是没有若是，反正你不许再跟别的女子那么亲密了。莫名其妙。你第一次从我嘴里尝到食物的味道是什么感觉啊？你想不想再试一次啊？什么？你把眼睛闭上。闭上。根据契约，这里，还有嘴巴，都是不可碰的。你怎可违约？契约里写的是你不能碰我这里啊，这里还有这里，又没说你不能摸你。这不行啊。